大家好，我今天要来跟大家介绍的这件物质是三层楼的物质，是在于斯曼叶的 Terra 上。然后这件物质呢是 Corner Lot， 它的 Build Out 呢有3000方尺，所以它的地呢是有34×75。OK， 总共有4间房，然后有5间厕所。所以我现在跟大家去看。欢迎来到我的家。OK， 大家可以进来看一下。这一层物质呢，它很特别的，所以我们注意看。你看它的 ceiling height 不像是客厅，它的 ceiling height 是2层楼那么高，所以非常的漂亮。你想象一下，如果放一个水晶灯在中间，哇，多么的漂亮！然后它的这个是它的饭厅，这个空间叫饭厅，它的饭厅还有一个12米多，所以你可能18、20米还可以看到外面小鸟在叽叽叫，哇，多么的舒服！甚至你是它的厨房跟那个室厨房，这个的 design 是非常的特别的。我跟你说，在整个 KL 都非常难找到这样的屋子，这样的地方。OK， 那我们就爬到4层上，我们去看不一样的地方。这里的物质呢非常低密度，它有250间物质，在250间物质里面还有属于自己的 club ball， 有游泳池，有健身，还有 playground， 还有花园，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地方。再加上这里是 gated garden， CCTV 全部包完，这里的 guard 非常的严厉，每天的时候才150块而已，是不是非常的便宜呢？今天要为大家分享的这个3层楼 corner 的物质，这个的物质呢就在斯茂业，它的华人名叫 Terrasa， 所以它的价钱呢是1.25个 million。所以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联系我，所以我的电话号码是在下面。好的，就这样了，下次见，拜拜。